们整个的四股团队，还有我们的整个福洛丽饭店所有的全体员工，都要帮大家来加油，希望帮大家鼓励啊，能够在我们新竹城市马拉松里面啊留下最深刻的印象，创造个人最美好的成绩。我们的邱超马妈妈、邱芙蓉、邱大姐也在现场这边啊，要帮大家加油。同时，她个人也要骑着脚踏车，全程的跟我们跑友在一起啊。希望各位朋友，我们在沿途的时候也要互相的加油、鼓励、打气。还有我们来自金门的许基胜老师，许基胜老师啊，是我们全国马拉松的纪录保持人，也要在这次活动里面帮大家加油。还有我们中华民国马拉松协会的秘书长卢瑞忠卢老师，也在我们参赛的队伍行列里面。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，看我们现场看到最美丽的人龙，长长的人龙哈，布满在我们整个世博馆的周遭旁边，有好多朋友们穿着个人最喜爱的衣服，带着个人最美好的装扮哦，来参加我们这次的比赛活动。加油，拜拜！这次的比赛活动完。